那找不到东西吃，那个虎狼财豹啊，把那个吃的那个剩下的骨头啊，骨头不满地，但是人类又，对不对？狮子又拼不过，老虎也拼不过，何况是那种大象呢？没办法，他要怎么办啊？就拿石头敲那个大骨，咵，哇，里面有骨髓，哇，好好吃的骨髓啊！所以人类就开始会用。